晚了，我不是刚好踩着点儿了吗？已经过了我心里的时间了，我还要去开会。我答应你，在还清债务之前，我会待在你身边。招之即来，挥之即去，可以。10米之内寸步不离。行。成交。先让你习惯一下，你以后的工作会经常需要的。不过你放心，我不会做更过分的事情。你真的打算跟我签这个契约？那你确定会给我钱？先去前台办张卡吧，以后你会经常需要出入这里。这是您的临时通行证，请拿好。那个，能重拍一张吗？请跟随工作人员的指导乘坐董事长的电梯。祝您有美好的一天。这边请。当我没说。周小姐，这边请。不得了的地方，怎么办？现在回头还来得及吗？周小姐，董事长在等你呢。走吧。站那儿干嘛？等我去接你吗？慈善之夜，哦，就是那个每年都会有很多名人会去的拍卖晚宴。可是这个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诚心邀请您协办出席，协办？看懂了吗？你该不会是要带我去？